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体验福亚瑟的专精装备已经开始体验了，那么这件装备实战中的效果如何呢？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先了解一下亚瑟专精装备的效果。装备专精装备的亚瑟伤害会明显下降一些，但回血能力增强了，这样的亚瑟在战斗中也是可以边打边回血，让亚瑟拥有更持久的作战能力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外在的效果也增加了一些，比如装备了专精装备后，亚瑟的大宝剑边缘就会增加一些装饰，看起来武器都变高级了。在使用一技能攻击敌方单位时，敌方头上会有金色圣剑的标记，看起来是不是会很酷炫的样子呢？那么大家觉得亚瑟的专精装备如何呢？想抢先体验亚瑟专精装备的玩家可以登录体验服抢先体验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